突击南日岛，负伤来台医治的游击战士，其中的十一人，在民国41年12月20日搭乘专机返回前线。战士代表宁恒少尉致辞说：“我们一定以行动消灭共匪，来报答国人的关心之情。”全国各界代表300多人列队欢送，场面温馨感人。